一位99岁的奶奶，每月只有600块养老金，却能天天吃上杏干。打听后才知道，原来是找源头厂家买的，一袋也是批发价。这都是你要的？对，都是我要的。你要了多少？15包。15包。天一热就想吃东西的人，一定不要知道这个新疆伊犁金杏干。金杏干是天然的碱性食物，尤其对于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，常吃是非常好的。杏干富含多种维生素、黄酮类物质和多种微量元素，一口下去酸酸甜甜，好吃又有营养。原料都是精选新疆伊犁大金杏，手工去核，三蒸三晒制作而成，独立锁鲜包装，随时随地想吃就吃。配料表干净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，是不错的健康营养零食。人到中年，尤其是经常加班熬夜的，一定要多囤点。我就喜欢这个，杏干太赞了。我看杏干评论区有人说一次能吃一斤，这个的话2斤都打不住吧。这个我可以。这个东西你现在不吃，过了这个季节你就要再等一年了。昨天有粉丝留言说真后悔买少了，现在全家人都抢着吃，正好今天搞活动。拍一发十啊，杏干源头工厂大促销了，通通啊都是拍一发十了。咱们家的杏干啊，全部都是人工采摘，自然风干，配料表啊也很干净，主要是营养特别丰富，老人小孩啊都爱吃，想要的抓紧时间买上一袋回去试试吧。上次买了10袋不够吃，这次呢趁活动再买20袋，就这个全家人都催着回购的新疆无核金杏干，厂家呀暑期大促销，还给您包邮送到家，简直是太划算了。精选新疆天山脚下的金太阳杏，清洗去核，挑选好果大果，由老师傅三蒸三晒制作而成，10斤的鲜杏只做1斤的金杏干，全程轻加工，是真正的农家无污染食品，一口下去满满的杏香味，老人小孩都特别爱吃。喜欢的朋友趁厂家活动力度大赶紧下单吧。家人们，我今天早上一看手机啊，我的私信都爆了，全部都是同行在骂我的，说我这个卖的太便宜了，他们没法卖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啊，你卖你的50，我这个是新店开业给粉丝的一个尝鲜价，就是为了吃好了啊，还给我宣传一下这个品牌，所以才有的这个价格。